是你想发的。我只能说 ，yes， 赢了。吃不饱啊，干！谁提议要比赛的啦？妈的，黄乔生你是最屌的。我们香山区会挺香山区的，大飞一定会赢。小毒这个废物。最终我会胜利，我最感谢的人就是郑永清。为什么？郑永清这个反指标 一路走来始终激励着我，想到他的脸我就越可以努力的坚持下去。我最感谢的人就是郑永清。好呆。